首歌歌。哦，他们说喜欢三哎，啊四他们也喜欢，五也喜欢，一也喜欢，就不喜欢二。所以你们到底选？所以你们选几啊？他们好喜欢选二，选二。OK， 那就二。你会指定？哦，我先看一下场上有谁。喂，你们两个歇一个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俩没区别呀，他俩歇了。有，你是不知道，小乔那里有个痣、啊，怎么又关人家大乔的麦？那个你看不起人家大意吗？你欺负人家大乔、啊？6号麦，6号麦，掉了配件。哦，这个衣服坏了，赔钱。他自己掉的，对吧？看见了吗？没有，这衣服没有扣子哎！天哪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你薅掉的，赔钱！天哪，扣子在哪里啊？什么？前辈，你弄的？什么不是？好幼稚啊！天哪，我怎么跟这种幼稚鬼一起？是有帅哥、啊！快拉回话题，上公演对？谁、啊？谁呢？谢飞，谢飞是都可以，除了我。那就你了，不是，我是真的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丑，我怕丑到大家。对，没有啊，我怕是脸丑到大家了，还是不用了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对，就是有种默认的感觉，默认。真的，我觉得就是这五个人嘛，哎，谁要上来吗？没有，他们只是在后面奔跑。我觉得都素颜都很好看，我觉得。那就你吧。就你话多，大家不是想看素颜好看的人，是，懂了吗？他想看这种就是表、不是哥哥，麻烦闭一下我的麦。那就大家想看比较精彩的，就是素了颜，就是卸了妆之后比较精彩，就是长得不一样的。哦，有谁长得不一样吗？我们这卸了妆，大家都长得不一样啊。不，我觉得我卸完妆像那个小学鸡。我以为你说卸了妆像小，那就你了吧，那就你了吧。你们知道我有一次，就是我拍完生写以后，中心不是有那个饮料的那个售卖机嘛，然后那里它可以人脸识别，结果我化了妆，他不认识我了。哎，我昨天晚上也是，我昨天晚上也是，他不认识我，拍的太好看了。那大小乔，你们觉得呢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觉得可以闭我麦。就是如果你们想看我和小乔卸妆，你们想看哪一个人啊？只能卸一个的话。为什么想看我呀？你是姐姐要让妹妹。那前辈你们想看谁？看你。看你啊。都想看我呀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姐姐。因为你比较可爱。那我等一下把卸掉。真的？真的吗？小乔不会，小孩子好容易骗。妈妈就是卸了？不卸，开玩笑的。他说，你们怎么那么容易相信人啊？人家就是说说而已。因为我卸了妆以后就像小学生。你现难道现在是现在也挺像的？不是。你现在是什么？我现在是中学生。高中生。我觉得你在骗我。对自己认知清楚一点好吗？那你呢？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们要看我们卸妆，就要付出一点代价。你先说是什么代价。我如果今年这队谁进圈，谁就素颜公演。那没有人进圈怎么办、okay. 啊？那没有人进圈怎么办？那你们想得美。如果全队都进圈，那就全队公素颜公演，然后就是史上最恐怖公演。这是什么万圣节公演？对，万圣节。你觉得？谢你。他已经说了，他说除了他。哎。你觉得呢？你没说呢，你也没说。我说了。你们觉得就是你不错。我觉得我挺美的。是，所以那就决定了吗？我那么善变啊。我就是客气一下，当什么真嘛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所以说就定你们吧。我觉得比较多人比较有意思，我一个人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要谢大家一起谢。那就大家加油。Okay 啊、我也没问题。资金有点困难，会不会啊？你才有点困啊，不，你才很简单，就是
他今天就还没有化妆，然后我问你化完了吗？就真的他化不化妆差不多。你知道他这个人最讨厌了吗？每天就是在宿舍的时候，他说天哪我好丑啊，其实他很好看你知道吗？他每次说我好丑啊，我真的很想把他踢出去你知道吗？因为跟你对比是好像有一点哪里是田少在损我，天哪，你是为了衬托你好看所以你谢吧。我不谢，你姓谢所以你谢吧。你们两个干脆一起得了。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下辈子不要信这个了。我做错了什么吗？没有，就是像小乔说的，如果有人进圈的，如果我们对谁进圈就谢谁嘛。谢谁是吧？ OK OK 那确实应该谢谁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嘛，这样要付出代价嘛，你要看别人，你要付出点东西嘛，是吧？对啊，不然谢了没有意义对吧？对，就我觉得你们好可怕。怎么了？所以你今年准备进圈了吗？我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。鼓掌的是准备是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他们鼓掌，他们意思就是，加油，加油，冲啊！你还在鼓啊？你这么大勇气，你刚才加油。没有，好。好嘞，那后台好了没有，哥哥？后台，你这字说六号麦已经 OK 了。哦哦，哥哥我已经试验了。他说六号麦已经大可了，大可。我们就想问问后面的小朋友。对，我们可以讲声助了吗？啊？哦，先问准备好了。我都冲爱你出去，你是不是？你们太甜了，要不在一起吧？我觉得不要，我喜欢我有一点碍事儿呢。我觉得你很好。没有，小乔习惯性的躲避开了我，他觉得要不能给我同个位置。不是，你们两个在一起呀？你们怎么不在一起？那你们两个在一起挺好的，对，也我觉得你们两个更好一点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也很可以。打起来！你这样一个小朋友真，对，你们俩就可以了。哥哥，秋怡还没说嘞，我。你说了吗？啊，说了，对不起。就是我就是想让大小乔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谢就好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谢不谢就是画不画都没有什么区别。对啊，明明就没有区别。那这样吧，你们两节觉得谁好看？你好看，你谢。你才好看，你好。哇，好像在骂人，怎么回事？这个气氛。那这样子，你才好看。你好看，怎么有点好看？对。那谢吧，火速。好了，那声助有人吗？有，我知道我们要掉下去了。好。